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北姑嫂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我们一大家子上山进行劳动改造。勇哥他开着三个摩托车跟兵哥前面走了，我们从这里走路上去，看看有没有菇子啊什么的捡，然后再砍点竹子回来。嘿，嘿，你看这小背篓多好看。希望看不到，不然我从此都不想再上山了，至少今年的夏天。我怎么吹不响？技术问题。你的响啊不？看，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了，相会了。我们现在上去，这是我们拿上来的砍柴刀。兵哥，今天能不能砍到一大把竹子就靠你了啊！好，靠你了。能不能找到竹子就靠你了啊，阿芝。我的天，这个任务太艰巨了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不啪啪打脸。是你的。走啊，兵哥、哎，你不要跟个狗过不去了。好。那我们去找蘑菇。好。谁找得多谁就吃多点。可以。那没找到的像我怎么办？你负责吃吧。没得，我得溜。我得溜，打脸了。上次我们在这里扫墓的时候确实是有哎。如果你今天捡不到，你就留在这里陪爷爷吧。你没喊我了，我胆子细。你不用回去了。打死的又找一家，的又找一家。难哦，难哦。锯子给我。哎，我滴溜了，听见没？嘿，咕噜一家砍到一家六，看，哦，这找到一个就其他的就很容易了。我看，我看，我哪里？哎，真的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好小，好小的，那我反正还没看到，一点点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找，哎，这个太小了，总归是一个呀，对吧？对，我被打脸了，好点心，这不是菇，这是你的面子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我再找一点。这是你的脸。这里有一个，来，小北。真的吗？你看，看到了，好小。我说了，真的，找到一个就其他的就找起来容易了，是不是？这里你看，赶紧拔起来，拔起来。你看，呜、哦，优秀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快看，卢一轩，够煲一顿汤了啊！多放点肉，姑娘得好好打。卢肯，呀，我操！哎、真的吗？好大吗？好大，来，你看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这两个是真的很大，优秀，三个，双胞胎，可以给老罗证明自己了。对，这里还有个小的，你看，这个坏了不要，好包起来，真的超大啊！这上来，上次你们三个上来，他一个都找不到，他就是个渣渣，说一说嘛，上山这种事还得叫我，叫他有啥用？对，老罗就是个渣渣，不要叫他。哇，这个好哎，长得圆圆的，啊，是不是？给它摘了，可以哦。野生菌菇最好吃的，我跟你讲。这是什么菇子啊？松树菇。哦，它的名字长在松树下面，就叫松树菇是吗？对，有些叫棉被菇。棉被菇，来给你丢背篓里面。咕哩咕子嘛。咕哩，等你怎么的拿到鱼？感觉没有。哦。你呀，你说干净的走，我说你灯都放六个了。哇，我说真的砍了好多了，你看地上，这就是一个干活的人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去找菇子吧。对。哇，找了三个山头啊，不想找了，踩了这么多，你看，多吃一餐了，实在没力气再爬了，实在没有力气爬了，够吗？哎，这也挺多的耶，够吃一餐了，差不多了哦。嗯，烧个汤，炒个肉。对。哎来，我们把这些竹子给削了吧。嗯，削了就回家了。对。哦，好轻啊。现在差不多了，然后要打道回府了。然后勇哥、我叔叔他们在上面砍了这么多，然后他们就先来嫌弃我们砍得太少了，砍了三根竹子。
绑起来，然后一车拖下去。等一下，你坐在里面压车。我一个人压，我应该就是我这个体重就压不压不住。我先把新衣服拿过来，这个晾衣服，晾衣服，对啊，擦个不就是呢？白头压又放高头，白头压又放高头。来，杨丹。好，把黄哥那也忙了。那我坐不到俺这个楼顶。